没有反应，怎么办？要看他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心跳。社会上溺水、心脏病等失去呼吸、心跳的事件层出不穷。拥有护理背景的慈济志工到花莲监狱教导受刑人急救口诀，叫叫压电，用 CPR 加上 AED 进行急救。他们非常的认真，而且教完每一个动作，教完每一个这个姿势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很认真的去问、去做，会感觉说，他们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。用虎口对着我们的箭兔，然后用力。把它按下去，然后往上推。若遇到有人异物梗塞，则是要判断状况，给予哈姆立克法；若失去意识，也要加上 CPR 急救。不管在外面还是在生活上，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帮助人家，去救人家。学会急救技能，防范于未然，不只能够帮助自己，也有机会救人一命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梅嘉、李玉莲花莲报道。